杯前到即空，观到即空，各行各愿。好，各行各愿，我们请坐哈。我们处长点根，还有组长在座各位前行，大家大家晚安。好啊，时间那个就定了哈。因为关键因为呢，咱高老师哈，来讲这个这个天堂的见证。当然这不归啦哈，就是讲第一是个人的那么所去当着，或者是讲道亲的浅显的所去当着。那当然对不了着这个点来讲嘞，伫道场伊是讲嘞嘛真济啊啦吼。就算讲道亲当着，也是讲伫咱个人当着，便是伫这个修道道路上嘞，伊是拢会去哦。上天嘞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大，即个经验，就是讲，唔是去看的，但是总是你会去感觉的。所以讲嘞，咱老师伊讲讲，徒儿啊，你们所作所为，虽无薪水，上天会补你们千倍啦吼。伊是即句话嘞，它是千真万确的，这是千真万确。所以讲嘞，不管咱所去听到。当然，我们应该要去应证上天的慈悲，还会当大事化小，小事化大的这个代志，应该是有一回代志，当然呢，伊的重点应该是在于行啦，咱知影讲这个道好无够，咱一定要知影行。所以讲起来，就是讲，咱会当去体会道好，但是咱行袂出来。那么你知影，但是伊的实质无同地方。所以讲起来讲，伊知行合一啦，干那知呢，无够。就像咱迄工，这个沈讲师伊才甲咱讲的，伊这个知好，佮呾这个毒来讲起来，知。那么就是讲吼，咱知影，你捌读册，知啦吼，你捌读册，天文地理捌读册，这是你捌在你的心中，但是好，佮另外一个阶层，这个好，就是讲你的爱好，我了解到这了后咧，我的爱好，而且佮也去继续不断的，安那咧去甲伊研究。甚至去甲伊付出，所以讲个即个好就是爱好，伊就是爱好，你咪讲假设是讲道足好，但是讲归讲，但是讲个就会输，做个就会输，那当然，即拢是容易了的，那么以好来讲起来，爱好加后佫不够，咱来乐在其中，甚至爱花粉忘食。花粉忘食，乐于敢那是迄、那个乐于忘忧，这个境界应该是相当宽，乐在其中，乐在其中也就是讲清楚，因为刚出来讲的，因为你伫修办道当中，你一定会遭遇到顺逆境，但是不管你伫逆境当中。你都还是对行道能乐在其中，花粉忘食，人在前面讲的，食饭时间到啊，但是手底工课，各有手底工课，有可能都阿我，我紧，我较晚啊食，还是一顿无食嘛，我紧，我还是安怎安怎安怎，像过去前对讲的，伊就要饿啦，伊会当去帮助。因为他乐在其中，伊所当着的，伊去食亏着的，那个都是其次，他真的都是乐在其中，所以讲咧，咱对于道，咱有了解这三种的阶层，有了解地、低、厚、高，那么也就是讲有地，低就是地，那么咧厚就是用好，爱好，
你还是会去做。你遇到困难，你还是会有勇气去突破那一种难点，去改成出来。所以说，你后来讲起来，买些东西用啊。那么你讲来讲，就是地，就是钱呐、啊，有仁慈的心，有慈悲的心，哦、啊，有真爱的心。哦、所以讲咧，你这所在，啊，咱来讲修得三大本智仁德。哦，所以讲咧，总归一句话，就是重点在心。大家，哦，今日你去做，当然当着，若是讲退休是大众，当然袂当讲上天无保庇啦。哦，确实是上天会当咱有机会，其实真的上天拨转的情形。当然时间上的关系啦，吼，哦，啊，无或许嘛是北投的，哦，还是这边的时阵，哦，那个都很明显的，哦，啊，所以讲的更加包括家内发生，真的都是有的，哦，啊，当然你许多你都会有些，但唔不那么强调的，就是讲大道普度的当中，唯有一个是大家靠大家的行，别人来杀我自己，立身行道。安尼咧，不断的，你讲看伊很多讲咧，啊，很多伊咧讲，老师讲这是精英部队，伊讲无，啊，老师来甲伊看的时阵，伊讲可能这是冲锋陷阵吼，啊，迄个精英部队的吼，甚特别老师特别的关心，啊，所以讲咧，这所在咧，啊，主要讲的就是行，今日你等着什么，唯有就是行。你就用免许了的这种，但是对于德，你就是一定要行出。你碰到较大的困难，不注意，外无欢喜，唯有就是真的，你就是去做。伊娘仔讲，其实做嘛是咱家己的啦，敢是安尼？哦，好师妹，今天你再不高兴，你不做是你的损失吗？哦，绝对不会是影响到我们的同修，还是咱的前行大德的哈。啊，所以讲啊，了解这些东西，可能啊，一旦变啊，了解较侪啦，哦，上天对我们的庇佑，真的就是千真万确，哦，啊，迄个咱礼拜吼，啊，礼拜的迄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制造的说明会啦，或者希望我们在座都会当来参悟，哦，啊，当然的，当集思广益，以说明会来对。下面他们的见解，到我论坛提出来，哦，大概有刚才多种这些啊，这些提供的哦，一两百到上，双倍，啊，双倍哈，要双倍哈，哎，共享的不一样的，七千五，七千五啊，哎，到我们发照片是五价多价，要注意哦，要确认啊，哈，要，哦哦，安尼以上啦哈。啊，最后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啊，事如意，我们的教务能够放在啊，以上。这就是慈悲前道之功，温道之功，一起闭关，下呼吸，让我们行三十公里，前道之功，再之功。三级功，感谢领班讲师一级功，听到一级功，再级功，三级功，感谢领班讲师一级功，一起持教前到一级功，再级功，三级功，持教前人级功，持教连师级功，听到一级功，再级功，三级功。叫前面鞠躬，持下连续鞠躬，谢谢。也不用签到，签到。